马步，意思就是稳住。在各种困境中要稳住，要有信心，还要口说正面积极的话，用信心仰望神，必能得主安慰。用信心仰望神，必能看见曙光。用信心仰望神，必能突破困境。用信心仰望神，必能得胜有余，还能稳行在高处。Shut up.
谢谢他们。其实，在所有的曲子里面。